但是这样就好像没有办法做到。对。我其实原本想的也是那个，但就没办法。他那边太机车是怎样？就是他很难借，他要在上课的时间借。哦。就是一定要在四点之前，然后他不借那种，就是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他不借，他觉得我们不重要。所以我们是不重要的东西。赞赞赞！